妞妞，来放在你妈面前。妞妞，看看，你吃吧，你妈不一定吃。真香，我都闻着香。呀，哎呦，还吃了呢。吃的，哎呦，宝宝来了，不一定能吃长久啊。嗯，宝宝也来了。哎呦，果果又来了。今天行啊，妈妈带着三个女儿。哟，你看，我去，这盘子小了。你换一个去。嗯，我给你们拿个大盘子。这特性吗？咋了呢？不吃了？哎呦。啊，换个位置，我以为它有特性。果果呢？果果不吃啊？果果走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多大了还往出拽着吃？嗯，谁在喝鸡汤呢？宝宝。宝宝在喝鸡汤，妞妞在吃肉。你去，宝宝，你呛你妈的！你妈本来风吹草动的，她就不爱吃了，你还跑那抢去了。不然果果给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拽着往出吃，哎呀！小宝这两天，这几三天吧，大概三。都跟着吃点儿，哎呦，能够主动吃肉这个画面很少看见，就怀孕坐月子前后的他能吃点肉，之后就不爱吃了。就是这个三个背影得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猫妈妈，哎呦，这是猫姐姐，哎呦，和偶像的大女儿宝宝，这个是小女儿，最小的女儿妞妞。嗯，来，妞妞，果果，果果来，果果。嗯，果果不怎么太爱吃。咦，闪闪来了。果果吃点吗？妈妈和你宝宝姐都走了。果果吃了吗？嗯，果果现在在这吃呢。哎，太好了。这边是闪闪和妞妞，妞妞是啥时候都能陪姐陪最后。是吧，妞妞？还行吧，但是现在明显脑袋小，挤不过闪闪。他脑袋还小，就赶上闪闪脑袋了。他脑袋和闪闪比就小吗？我跟你说，他才多小的年龄。宝宝，走啊！吃饱了。闪闪，要不你和果果拼盘吃啊？妞妞那盘子有点小，嗯。嘿嘿。哎，你看你的脑袋。你脑袋比妞妞大不少呢。行行，果果挺爱吃的，爱吃肉就能长胖乎一点。吃的不多，现在饭量最大的就是妞妞。你说小脑袋还在那挤呢。那个闪闪，你上这边来吃，别跟妹妹挤了。上这边来吧，就感觉那里面好吃啥的。妞妞这小胃口真是，跟你妈那时候一起吃的，现在人家都走两悠了，你还在这儿呢。嗯。小胖乎，你看妞妞，看那边傻了，又过来和果果姐吃来了。宝啊，你扯得无聊的样子。宝，你过来。宝过来，宝来，宝宝来。全吃饱了。宝宝刚才自己嗨呢，这屋子里来回窜呢。嗯，你给我笑的，哎呦！你这来回走来走去的，哎呀！你瞅这妞妞。嗯，妞妞肯定是能吃到最后了吧？送走了四个猫了。啊，四个！哎呦，宝宝。闪闪。闪闪。你不识数吗？还能把果果送走？你瞅瞅，看妞妞能不能挺到最后？好看，刚才我看在门口晃了一圈走了。看看果果要走了吧，看看走了，小妞妞，太服你了，怪不得脸那么大，嗯，怪不得后来举上大脸盘子。我觉得他长大肯定都能比他那几个姐姐的脸大，能吃，能吃好，我们家缺这种人才，猫才。就缺这能吃的。嗯。
天天他们老喂肉，天天吃肉都吃腻了。有时候要中间断一下好，要不然你这样下去，所有的猫都不吃了。